钞票，大家常会用四个小朋友来代称，因为乍看之下，千元钞上头就是四个小朋友在上课，认真的盯着地球仪。但其实蓝色调的千元钞票里，总共有六位小朋友，另外两位小朋友躲在哪？看仔细一点，国字一千元的上面有位女生在使用显微镜，另外还有一位地球仪上方红色中央银行印章叠在上面，隐约可以看出这里还有一位小男生，不仔细看很容易忽略。中央银行在脸书上 PO 出超券小学堂，说一般大家讲的四位小朋友是用凹版图文印刷，跟隐藏版的两位小朋友浮雕底纹不太一样。提到因为印刷线条粗细长短不一，还有浮凸效果，用摸的就能分辨出真伪。所以其实千元钞不是四个小朋友，而是六个小朋友。